一号刘莹，小伙儿这里，你那个我看短片，你说你浪漫还带曲儿的三部曲儿，你这哪三部曲儿啊？这个三部曲呢，你像城里边都是像先约吃饭，然后看电影，这个喝咖啡啥的，咱农村没有啊。我就是专门用农村的话来讲的话，就设计了三部曲儿。我是做电采暖的，有电热炕，就坐咱家热炕头上，冬天整点大冻梨、大柿子，对不对？然后那哈，我再给你削两个苹果，咱唠唠嗑，对不对？知道你以后喜欢啥，乐意干啥，带你去干去，给你买，给你吃。这是第一部曲儿。第二部曲儿呢，领你到人那个冬天了。打拖滑，拉狗爬犁，然后那个在咱雪地上走两排小脚印，这那哈握着你的手多温暖呢，多温馨呢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二部曲。第三部曲呢，咱说不能光在咱自己家这块啊，咱得出去走走去，领你出去看看山，玩玩水，在大山上边喊你的名字，然后喊我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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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你。然后这个他有回声吗？我学的不像啊，有回声。这到老了那天，你去回忆吧，全是浪漫的。你这浪漫三部曲就是大炕爬犁喊大山。